相信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台，啊，就是刚刚发布的这个 GoPro 十一的这台运动相机了吧？啊，那更大的传感器和十比特的色彩空间为这一台新的 GoPro 带来了更好的画质，而 GoPro 的周边生态是非常丰富的。我作为一个运动相机的重度使用者，那必不可少的我会用到很多的 GoPro 的配件。 说到配件，我们绕不开的一个品牌，那就是泰迅这个牌子。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用的 GoPro 的配件，或多或少都是他们生产的。那么这期节目，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我平时都在用什么 GoPro 的配件吧。首先，我常用的那就是充电器。 如果经常使用 GoPro 的人，一般都不会只有一块电池啊。那么电池一块一块的充是非常麻烦的。那泰讯的这个充电器可以一次性充三块电池，这个设计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，非常喜欢。这个是属于力推的啊。第二个是球头万向背包夹，这个可大有用处啊。当我在户外爬山，手上比如说还有另外一台相机的时候，我会将它夹在我的背包上面。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第一人称视角的录影，而且它是万向头，所以任何角度都没有问题，非常实用。这个是属于是必备的一款配件了。接下来也是我常用的，叫做 U 型挂脖支架。大家之前可能看过我扫街的一些拍照的视频啊，那我在拍照的时候呢，胸前是挂了一个 GoPro 的，那我用的就是它，就是比起那种绑在身上的那种背带形式，相信我。 这个挂脖支架会让你的扫街会轻松很多，然后我会偶尔使用的是这个碳纤维管的这个自拍杆啊。那比如说我在郊外利用 GoPro 拍摄延时摄影，它是可以充当一个三脚架的。那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用 GoPro 自拍，那么它也是一个可伸缩的一个自拍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泰讯的这个自拍杆是碳纤维的啊，所以非常的轻啊，很不错。 接下来这个物件也是很多 GoPro 玩家的必备啊，比如说你长时间拍摄几个小时的延时摄影啊，或者是你要连续录制几个小时的视频，你当然会需要用到充电宝了。而电池仓打开之后，很多时候电池会有点接触不良的问题啊，因为它没有没有那个挡板在外面给它保持固定了啊。那如果是在风沙的环境，机身还有可能会进沙尘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铝合金的可充电的侧盖就非常的好用。那取下你原本的 GoPro 上面的这个电池盖啊，换上它，它只留出了充电口的位置，这样大大降低了机器进沙尘的可能性，而且杜绝了电池会松散接触不良的问题。它绝对是属于你必备的一个配件啊。还有一个是我常用的，应该是说出去，比如说旅游或者是特别是海边会用的，那就是防水壳了。 很多人觉得 GoPro 本身是防水的，那你带一个防水壳会不会多此一举啊？其实我之前也觉得，直到有一次因为电池舱门没有盖好，GoPro 进水之后，才改变了我这个想法。当然不光是这样了啊，那有了这个防水壳的话，对于喜欢潜水的朋友，那因为 GoPro 裸机防水大概是十米的样子啊，那带上它，你可以下潜到六十米都不用担心，就是因为压力而导致机器进水的问题。 另外呢是两款滤镜啊，CPL 滤镜和潜水滤镜啊。潜水滤镜需要搭配防水壳来使用，那水下拍出的画面会更鲜艳、更好看。 而 CPL 滤镜可以杜绝掉拍摄中的很多的强光，那比如说水面的反光等等，那你拍摄的水面会更加的通透，那天也会更加蓝。那另外三个呢是关于 GoPro 的兔笼和保护罩了。首先，金属边框和塑胶兔笼的这个边框呢，它都可以让你在 GoPro 的身上挂载更多的配件啊，比如说麦克风啊，或者是补光灯等等。而这个硅胶保护套呢，它质地非常柔软哈、啊，比较防摔。 那这就看大家的一个使用情况了。那我用 GoPro 很多情况都是裸奔，那毕竟一年一换的一个机器啊。但是如果你很担心你的 GoPro 摔倒，或者需要搭配更多配件的话，是可以考虑的。那最后两个配件就比较有针对性了啊，基本上是针对于有啊骑行运动的朋友们啊，或者是车载录制的朋友们。那他们是万向车管夹，是用于安装在自行车上的。 哈，还有摩托车头盔支架，还有强力吸附支架是用于吸附在汽车表面的。那么以上呢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关于这次 GoPro 十一啊，那泰讯推出的一些配件的情况。那我相信必备的那几款是你一定需要的，是非常好用的啊。好了，那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和关注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